好，所以呢，我现在要做一个可以查资料的程式。那所以，我建立的应用程式就是视窗的应用程式 Windows Phone。那我按确定。好，那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说，OK，那画面出来了。那我用工具，我就拉一拉吧，哈。那这种视窗程式真的很容易写啊，拉一拉就好。好，再来呢，我们想要查字典，所以我应该呢，弄个这个，你可以用 Combo Box 啦，哦，这也是个办法。那你用 Text Box 也是可以，看你觉得哪一个。如果你的东西呢？希望有下拉的，那你就用 Combo Bus 就可以了啊。那如果你不希望有下拉的，那就用 Text Bus。那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应该没有用到下拉啦，但是我还是用 Combo Bus，方便之后扩充。OK，好。那好了之后呢，我们应该查完的东西应该显示在某个地方，所以我就拿一个 Rich Text Bus 好了，这样子。如果要显示的是比较复杂的文件也可以，OK，好，那这边这个 button 呢，我就叫做改个名字哦，因为名字不对的话不容易记啊，叫 button query 好了啊，查询啊，那它的栏位我就叫做名称我就叫做查询。好，那这边呢，暂时combo bus 这个也叫 query 因为这个是查询栏那这个 rich text bus 呢，我叫做 rich text bus 叫什么呢？算了，就叫 rich text bus 好了。好，那想不出名字，反正我们只会有一个 rich text bus，就这样做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写程式了。当然，这里会有一点点问题啊。我们写程式要写在哪里啊？好，那所以呢，我给各位看一下哈。这一个查询当然是要写程式的，所以我们先点一下啊。这个查询的地方是一定要写程式，但是我程式在一开始的时候载入的时候，应该就要。设定一些基本资料，对，就是比如说读档，或者是就算你放在记忆体里面，直接写死在程式里面也可以，那我总要放一些基本的资料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呢，在 phone，我这个 phone 叫 phone one，我觉得其实 OK 啦，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好，因为我现在做字典，我这个 phone 我就改叫 phone dictionary。好，foundationary，好，那这边呢？test，好，test 这边我就叫做字典查询。好，那你会看到这个右上角就变字典查询了，对，OK，这样会好一点，有一点视觉提示啊。那到这里来啊，到这个闪电这边来啊，那这里有一个 phone load，就是 phone 一载入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写在这个 phone load。之前有很多同学不小心把按钮的该做的事情写在这里，结果程式一载入就 down 那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按钮都还没有弄好所以就会 down。那像我现在 phone dictionary 点 load。这个就是我现在一载入的时候要做的事。那一载入要做什么事呢？其实你也可以不做事的哦，就是，但如果你要做事的话，可以。我现在在这个 phone 上面，我就先设计，不是设计啦，就是说我先放个一本字典在里面哈。那
好，我这边就放一个字典，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哦，因为你发现这个字典没有变色，对不对？为什么没有变色啊？我已经引入了 DICTIONARY， 好，看看哈，有啦哦，是因为我没有打完啊。好，那字典应该用 string 就可以了，因为它的 key 也是 string， 然后它的 value 应该也是 string 哈，所以我就用 string。那这个DICT， 好，可以吧？啊，那这里其实你可以在这边就 new 了啦，哦，在类别里面就附件里面就 new 了，其实是可以的哈，哦。那如果我这样子做 ，OK 也可以啊，哦。那 new 完之后呢，我应该在哪里去新增资料进去？啊，我应该在这个 load 里面去新增资料，对吧？啊，载入的地方我去新增资料，这是比较恰当。那我就先宣告两个阵列好了，两个字串阵列啊。那我只是做练习而已，所以我暂时还不从档案里面读字典资料出来啊。我先做几个范例啊，然后这 words 它是什么呢 ？new string OK。这里面字典，那我就随便弄几个英文字 ，OK， dog， cat， eat， 啊， chess， 好，然后呢，run， 哦， book， 啊，这不用了，先这样就好了。好，就这样。好，那我的解释总也要放进去吧？啊，那解释values 就好了。啊，或许啊，不要叫 values， 叫expand。啊，我们不要做这种字典好了，因为有查询内容的字典，我觉得。就中文好了 ，Chinese C words， 好啊，这个就 E words 好吧 ，E words， 那就英文查中文，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改成中文查英文，那这个就狗，好，猫，好，这边吃。啊，再来这个是追，甚至其实你可以用这样做一个翻译系统，只是它只能翻这几个字。书 ，OK， 好，好，那既然你有可能做翻译系统，我就把一些定词也加上去啊，的。一只啊，因为我们这里只有狗和猫，好，算了，如这样不要输好了，一只输很怪，好，好，这只，好，这样其实你也可以做一个翻译系统，很简单的翻译系统啊，好 ，OK， 这样子我每一个字都有翻译了吧，啊，好。那我就开始写一个 for each， 写 for each 我觉得不太好，还是不要用 for each 好，因为这时候比较适合用一数到 n 的方式 ，i 等于零 ，i 小于 words 点 length，OK，i、okay, 加加，然后呢，我要去把它放到我的字典里面。我的字典叫 DICT 嘛，对不对 ？ADD， 好 ，E words I， 然后呢 ，C words I， 好，这样子我就把它放到字典里面去了。好，它放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你查的时候，你要把它搜寻出来，然后显示，就这样。好，那所以当我这个查的时候，
我们要查的对象是谁啊？我们要查的对象是这一个，这个叫 Combo Bus Query， 它里面的那个 text 栏位，这个现在在函数嘛，它里面的 text 这个栏位就是我们的文字嘛。好，那我如果打什么，我就去查那个字，所以呢，我这边。我现在呢就 eword 等于 combo bus query 点 text， OK， 那接下来呢我就去查啦。那查怎么做？很简单，一行就做完，是不是？好，一行就是 c word 等于等于这里我们的字典叫 dict eword， 对吧？好，那我就把这个 C-word 显示在哪里呢？显示在我们的 Rich Text Bus 里面，点 Text 等于 C-word， OK， 这样就做完了。好，所以你输入英文，我翻中文给你。好，就这样子做。好，那我们来开始执行一下。好，现在这是我们的字典。那我们刚刚只有几个字哦，所以我打吃，不对，我应该打英文，因为我们是英文查中文。好 ，eat， 好吃 ，OK， 好。那我如果打 dog， 该发生了某种错误，我是不是打错了？我刚刚打错字是不是？对，所以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做错误处理，对，我没有做错误处理，导致我们刚刚，打错字，然后他就挂了。那因为这里可能查的时候查出来会没有，那你有两种方法，对不对？第一种方法是 if， 这个你传进去的东西不存在，那比如说 dict 一。等于等于 null， 不知道他是不是用 null 哈，我忘记了。来，我们先这样子，那我就提示错误讯息，对吧？那这是一个办法，但是我们上礼拜是不是有教过错误处理？那我觉得那个办法其实更好，所以我就不这样做，我用 try， 好，把这个包起来，然后我这边 catch。然后呢，如果有错就 message bus 点 show， 然后说输入错误查不到好之类的。好，这样子那待会如果有错的话应该不至于会像刚刚那样当掉那么惨好，所以这时候我来 dog 好查询 go OK， 然后 cat 查询猫好，他找一个没有的好 jump 查询好，输入错误查不到好，这样字典就差不多做完了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写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阳春好，然后程式很小的字典。那我把这一个主程式放上去了齁，然后专案等一下我压缩也放上去齁，那各位参考一下。来，我们这个放在哪里呢？我们就放在这个 C-Sharp 的这个视窗程式的里面。好，我们加一个小字典。好，小字典哈，那这边就叫做好 Win Dictionary， 好 Win Dictionary，
好，那这里小字典，我们把它程式贴上去。那各位建议你重做一遍哦。那我程式贴上去，建议各位重做一遍，这样子你比较能够确实了解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哦。那你最好是从自己拉视窗开始哦。那你可以参考我们的这个内容哦。那但是我也会把整个专案传上去了哈、哦。我的专案传上去，其实教各位一下哈、哦，就是这里。我们刚刚这个整个专案还没存档，我把它另储存好了，储存，全部储存啊。那我储存在 CCC 02 C Sharp 里面啊，资料夹，资料夹就确定了。那这边啊，方案名称建立目录，好，这个是把专案储存的时候你要做的动作。好，那我就按储存。好，这样它就会储存起来了。所以我如果需要把这个专案传上去的时候，我就来刚刚的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这个资料夹，这就是我们的整个专案的程式所在啊。那我只要把它压缩起来。好，习惯上最好用 ZIP 哦，这是标准格式哦 ，RAR 不是哦。好 ，ZIP 的 Win Dictionary 标准格式，那我就把它上传到我的这个网站里面。好，那这边网站的速度有点慢哦，那各位可以开始。先，我已经把程式传上去了嘛，齁、哦。那你可以先看一下程式。等一下、哦、我刚刚没有加程式码标记哦，所以它的格式有些空白被吃掉了。哇，糟糕。好，先上传好了。啊，动作太慢了。好 ,OK, 那我把我刚刚的不是这里。好，这个。好，先把整个专案都上传上去。好，如果你做不出来的话，你就可以下载整个专案参考看看齁、哦、看看哪里做错。好。好，那下课时间了，所以可以休息一下。好 ,OK, 那这样子我们的视窗版小字典大致上就都上去了、哦、那你可以下载专案或者是下载这个、哦、建议下载程式就好，专案自己做。